2015中华职棒总冠军第二战，继前一日中信兄弟败给桃园拉米狗之后，18号扳回一城，以6-5拿下胜利。18号桃园球场涌入17000多名球迷，打破历年来总冠军前两战的进场人数。满场拉米狗球迷身穿红色上衣包围内野，与右外野黄山象迷隔空叫阵，加油口号响彻天际。总冠军第二战，双方互有攻势。前三局，象队在张振伟、彭振敏、蒋志贤等人的安打火力下，4-0领先。第四局，桃园攻势升温，比数反倒超前中信兄弟。直到第七局，总教练吴富连启动带跑战术，战成平手后，兄弟气势大振，展开强烈攻势。那关键人在好像第七局花花一个四十的追平分，把整个战局延伸到第八局，加起来的安打加上蒋志贤，这两支的安打，所以才有今天的胜利。最值得一提就是洪伟临危受命，第八局就上去。那上去整个局势就虽然是难得啊，但是能够化解危机，这是主要的胜利。本场邀请动感天后温岚开球，站上投手丘，温岚特别要球迷一同为大师兄林志胜加油。他说，身为原住民就是要力挺原住民。总冠军战目前双方各取得一胜，20号两队将移师中信兄弟新庄主场，力拼第二胜。庄社记者张新伟桃园报道。